開心香港旗艦活動美食市集一連兩日喺灣仔會展舉行。三、二、一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、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等主持開幕禮。陳茂波致辭時話：香港自年初恢復全面通關之後，人氣同市面都暢旺，第一季錄得溫和經濟增長，失業率亦都下降至3.1%。但係佢話，本港唔單止要經濟好，仲要市民活得開心。美食市集係開心香港旗艦活動，市民要憑票入場。早前10萬張免費門票已經派完，當局預留少量門票即場派發。